我们看一下这题目。上页图33的正六边形 ABCDEF 中， A 向量等于 AB 向量， B 向量等于 BC 向量， C 向量等于 CD 向量，是列出所有以 A 向量和 B 向量相等的向量，以及所有 C 向量的反向量。好，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图做 AD 这个对角线， BE 这个对角线，以及 FC 这个对角线。好，那么这时候这三条对角线会把这个正六边形分成六个全等的这小三角形。好，那么相邻的两个呢会组成这一个平行四边形，那平行四边形呢这对边相等，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性质 A 向量，那么这是等于 AB 向量，所以呢要找跟它相等的向量，那么就要找长度一样而且方向也一样的向量，所以呢我们找到这 AB 向量是等于 ED 向量，是等于 FO 向量，是等于 OC 向量，所以呢我们写在这里。好，那同理 B 向量这是 BC 向量，所以呢跟它相等的向量有这 FE 向量，然后 AO 向量以及 OD 向量，我们写在这里。好，接着我们要找 C 向量的反向量，那么 C 向量是 CD 向量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找它的反向量，就是找与它长度相等然后方向相反的向量，所以呢第一个就是 DC 向量，我们写在这里。好，接着这是 FA 向量，好，由 F 画向 A， 这是 FA 向量，以及 EO 向量以及 OB 向量，所以呢我们把答案写在这里。